投好运今天生病了，真的吗？真的，大家好像都是一波寒流，大家一起感冒。我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发烧，然后肠胃型感冒什么诸如此类的都有，所以大家好好保重，真的。这种寒流一波就是挡不住，抵抗力弱的绝对中标啊！身体不好就多多的休息，保重保重。辣杀戮的实验室。好，我们就到了拉萨路实验室。语音来电。螺旋石就在奥利维亚的私人档案室里面，这座设施的深处，很少人看过那颗石头。我要成为螺旋的男人了，螺旋力！哇，好多恶魔！天哪！哎呦呀！螺旋力，来吧。先前的投影，是奥利维亚。恶魔们曾预知过他的归来，若他苏醒，便可能危及整个任务，因为只有他能够对抗他们。他讲的他是我吗？所以才把我召唤醒来，是不是？好哦，我为什么拿到奇怪东西啊？西红柿榴弹。我要怎么切换我的手榴弹的种类啊？就是使用下一个辅助哦 ，F1 啊。哎呦喂，西红柿榴弹，有了，我会了。就是这么的简单，我已经会了。来试试看。小废物！哇！哇！火箭筒真的超强嘞，这个伤害直接秒掉了。发现秘密，注意哦！加200。被扎下去了！我靠，飞这么远！天元突破！先来开启这个。会掉下去啊！太窄了，这里。我觉得这边的点不是很好。我要捡子弹，我要捡子弹！不要那边给我乱拉。干什么？看到我就跑了。
没了吧？还来？结束。Damn！武器升级点数。哎、欸，我卡住了。哦，哦，哦！我还以为我怎么了、欸？上班中，辛苦了，辛苦了，上班辛苦了。Olivia activated the hell wave from somewhere inside this facility. I did hope she could rise above their influence. I was wrong. She proved to be weaker than I thought she'd be. 这边有什么东西啊？哎、欸，靠背，丢到手榴弹去了。哇，发现秘密，好爽啊！这游戏到底有多少秘密等我发掘呢？到底有多少？两点，慢慢升。我觉得我应该也快升完了。哎、欸，有一个，这是要升什么好啊？缩放镜头瞄准，电浆步枪，这是最早期的，而且也是我最不常用的，也是我最不常用的武器。可以引爆所有飞行的火箭，什么意思啊？遥控引爆，粘在身上之后遥控引爆是吧？好吧，我觉得就格林枪学一下好了。你不知道该学什么了，让它自动旋转。哦，有没有？哦，按右键它就是先旋转的，然后再直接发射你的子弹。哎、欸，啊，这边就没路了、哦，这边就是给你拿来拿这个。哦，没有在上面。我说没路了、欸。秘密，哇！下载中，看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跑到这边来了。边吗？在哪里啊？Hello， 我迷路了，找到了这边。啊！走开，小坏蛋！走开，小坏蛋！滚！不要逼我。哦，哦，这么帅！硬哦，这个有硬到哦。小易安安你好，老头，我昨天方舟被阿法尔苍龙追杀，打回去啊，对不对？用魔改把他打回去啊。能魔改就魔改嘛，是不是？嗯？我怎么觉得这里好眼熟啊？这里是哪里啊？哎、欸，回来的路。哦，原来我回来了、
他这些路都是连贯的、欸，有通的、欸。所以我刚刚是从这边上来。哇，这边有一个挑战任务。小废物，嫩。那我箭头啊，哎啊，这里就没路了。哦，这里。哇！陷阱！我掉进了不归路。危险，危险！呀、yeah! ，撸一波再说啊！行嘞，没子弹了，哈哈哈！我本想说再来一发，说，哎、欸，他这次是变更大只啊？是我错觉吗？我怎么感觉这一只比以往更肥了？哇，好痛哦！哦，怕！啊，好热啊！这算是公开告白吗？不好意思啊，不好讲啊。哎呀，谁谁呀？没有啦，哇，这个你看好帅啊！然后要不要升一下加特林炮塔？可以八关连发。现在有办法升吗？我看一下哦。嗯，这个哦，可以升级了，贯穿。贯穿更多目标，去好了，我们剩两点，慢慢累积吧，慢慢的累积，爽更无，是不是？好了，我们现在要怎么走？往下走，好，就这里了。什么鬼？老头一九，你在讲什么啊？不要理他啦，就当作他表达能力比较不够哦。对，我刚刚有点后悔，我向他解释了阴思路的问题，啊、哦，稍微后悔了一下。哦，这是可以往回走的路啊，双向通道，来喽！嘿，你好。啊！可恶！这是什么？哇哦！怎么可以这么的硬啊？哇！我要死啦！你们他妈的各敲一下就饱啦！飘！哦哦！
Oh my gosh! God! 速度啊！一眼都没有砸过，是不是？这次顺利多了。一回生，二回熟，变姿有没有？看见了没有？老头带你飞，结束了。火力压制。好了，我打完了，我要去哪里？我这边没路可走啊。嗯，该不会是上面吧？不对啊。嗯，不忍心，当然啦、啊，怎么会忍心呢？怎么会忍心说你坏话嘞？啊，不会啦。啊，现在是怎样？我已经打完了，还是说根本这里就是骗你进来的？啊啊，大哥啊，我现在要干嘛？有没有个指引啊？你就这样子一个标记是前面，前往螺旋石所在地。啊，我今晚看无虾米螺旋石，你这个门又被给我打开。哦，要按了，靠背啊、哦，没事，不要理我。嘿，刚刚什么事又没发生？好不好？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行不行？下次直播打算玩哪个游戏？还是继续把这游戏玩完？我应该会先把它玩完吧，尽快把这进度补完，然后补完之后再考虑别的。这是什么动画？啊？播这个动画用意是什么？这是干嘛？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打头目哦，你不该让他的所在地被发现，你让我们失望了。他说的那个他应该是我，是他引领他们到他的坟墓。哦，我现在进入大本营，把他们杀掉了。啊，你死定了！杀死无数个恶魔来了，这就是我嘛？我本来沉睡在里面嘛，后来我被苏醒了。这游戏让我想起《银武者》，《银武者》好像听说也很好玩呢、欸，有考虑一下《银武者》二代，听说不错，但是它好像有包含打宝元素在里头吧？是不是？嗯，哦，这里啊，启动，螺旋石保护场已关闭，好了，已经关闭了。我们可以走了。那款好像只是当工具人的游戏，你是说一直跑龙套、哦？是哦。不过看他的是压倒性好评哎、欸，啊，就有人说刷宝啊，就是它里面好像打宝游戏吧。好、啊，我们的螺旋之力已经被解开了。我操！我看到了前世，前世姻缘。这是什么？终结恶魔的神器吗？啊？ The Crucible. That's what 魔锅？他们在找的东西。Yes, it is located in an uncharted region of the Titan's realm. 足够能够送你过去，但是需要另一个亚金除能器破裂才能产生传送门。这区唯一的除蓄能。CD 587样本里头，你得移除它。Once you've extracted the accumulator, it will become unstable. The ruptured casing should cause a rift. 把它弄破，再回到地狱就对了啦。穿梭在地狱来去自如的男人，就只有我而已，没有别人了。Retrieving the crucible is critical. 我们要再去地狱一趟了。想炒，想你炒饭，没事，哈哈。哎呦，哎呦，这个，嗯，好，恶魔又来了，打完再吵了，好不好？我们打完再说，可以吗？
模组的话要等出新的。我跟你讲，最近方舟出的模组越来越少了。啊、哦，每天都会上线看一下工作坊有没有新的模组，总是没有，我也没办法了。靠 ，miss！ 一直爬真的是很烦哎、欸！哇，只拉到一只，好浪费哦！哎、欸，解除了、哦，结束了！哦哦哦哦，哦，掉下来了，没事没事。想买肯德基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下次我可以改买麦当劳，没有关系，可以的，可以改买麦当劳吗？下次我们改买麦当劳。信徒们啊，献祭啊，献祭了，献祭了！召唤真红眼黑龙，哇，恐怖！等一下，我想看一下这个，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之类的？应该是没有吧。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如果说的话，这一款真的是工具人，还说玩家不是勇者。其实我觉得要当工具人无所谓啦，我是比较着重于游戏性好不好玩啊。如果好玩，你让我当工具人也无所谓啊。不好玩啊，什么话都别说了，就是游戏性很差的话啦。对啊，没关系，如果好玩，游戏性够佳。我愿意当工具人，不要当勇者也没关系，真的。靠呗，里面的东西我来不及捡了。哦，我可以下去哦，行。发现秘密，又拿到一个晶片了。哦，可以耶。我们现在。有三点了，可以点什么？伤害抗性提升一下好了，好不好？还是灵敏度啊？灵敏度抓住闭源的速度更快。嗯，还是这个啊？不会受到爆炸筒伤害。好了，这个好了，统统都欢乐。行。你刚刚说的游戏后面没听清楚，游戏性就是游戏的可玩性啊，就是说能做的事情很多，然后但是又不会觉得很无聊，我觉得就没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可是肯德基比较近哦，那就肯德基啊，对啊，那就肯德基啊。我的视讯是不是歪掉了、啊？我怎么觉得他没有对着我啊？还是我靠太近了？哦，这应该可以吧？手机方舟可以复活生物跟一个物品，叫做静心膏。啊，就是要你付费啊！手机游戏不给你出个叉叉包怎么行呢？对不对？恐龙死掉了吗？
啊，没关系，我们这边有复活恐龙的免费药丸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啊，特价59块钱，呵呵，啊，买一送一，目前首购优惠再送10个，棒。在什么东西？哇！干你老师，吓死人啦！干见鬼啦 ！Oh my god， 恐怖游戏！哦吼 ！Holy shit！ 惊死！妈，吓死人了！你转个弯，一张欧密码连往你脸这样冲过来，谁不怕、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会更好。我说真的。当然，当然，这个失败，当下会难过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当做一次学习，好吧，会更好的。就好比啊，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会擦屁股的，看我这比喻好像很烂，对不对？但是呢，擦久了也是可以成为专家的，擦屁股达人。好了啊，我干嘛？我现在踏这个平台了。哦，开了开了，注意啊。Margin accumulator powering the cyber demon, destabilizing the core will cause a rift that will send you back. 是戳你，戳你什么东西？擦屁股。啊，有没有擦干？有没有擦干净呢？现场的那个人员。哦，都有好好的做见证啊，擦得非常干净，完好如初啊，而且呢，还有各方国际的那个摄影团队参加采访，要看影片吗？啊，这个自己去找，有看哦，哇，终于打那么久，打到有头目战了，我的天哪、啊！Oh my god！ 哇塞哇塞哇塞，这个有点母汤哦，最起码要爬。哇，还有血量哎，我死定了，洛克人！哇！这时候呢？我靠我靠！这就是他们巢穴里面头目来着了是吧？我！还好啦。不难打嘛？你以为只有你会蓄气吗？我也会蓄气啊，大哥！我蓄气伤害比你高啦，萨巴斯！啊！结束了。哦，哦，我从他身上取出了什么东西？死了。哦，这就是那个亚金能源。哇，又被传到恶魔地区了。哇，哇塞！难道他要复活了吗？我靠！要第二阶段？不是吧？我靠！我靠！哇塞！受痛的、啊、大哥啊！加巴啦！哦哦哦！哇！哈哈，很顺哦。马德那到底怎么闪啊？我都要揍人了！完蛋了，他再来一次那一招，我可能真的他妈就死定了。靠呗，靠呗 ！What the fuck！
大哥啊，行行好，给点脸。完蛋了，不要练那一招。干！没事，没事，没事儿，没事儿啦！吃你的脚啦，小废物！嫩，好不好？你看看。什么？妙叶，你懂我了，用心良苦了吗？你看，尝试久了就会过了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第一次怎么死都不知道，到现在知道怎么打了，有没有觉得安慰啊？啊，有没有？可是我不能复活，重复挑战啊，没有说不能啊，对啊。